曲姐今儿早上一睁眼，哟呵，又有新发现了。有位热心网友告诉曲姐啊，奥德萨的京巴王切尔登居然又在推特上挂曲姐了。那曲姐啊，点开这个推特一看，哟，居然不给曲姐起什么外号叫曲曲了，他丫呀直接挂人了。曲姐啊，就顺便调戏了他的几个贱粉儿、甜粉儿。调戏着调戏着，曲姐就看到大傻子居然发了带色的照片了。难怪一号说呀，这京巴啊不走烧烤摊的路线了，开始走开妓院的路线了。这个学河北农村的啊，那个承德农村好像是那个农屌梅艾斯的路线，绿帽奴的路线。那梅艾斯不歇菜了吗？啊，这京巴王切尔登不就捡起来了吗？本来呢，曲姐想不到哪儿去啊，还得说啊，人家屌子最了解屌子。这屌子一掰屁股，这别的这个屌子啊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。那曲姐对人家这洞察力也是甘拜下风，自愧不如。说明啊，曲姐还是缺少生活的历练啊，你得练出什么时候得练出人家的火眼金睛。那曲姐一看啊，这大傻子怎么光长个儿不长心眼儿呢？啊，就在人家这曲姐这热心大妈也是啊，就在人家那姑娘的推特底下啊，就劝她说：“你赶紧格式化吧，你赶紧删除那几张带色的照片吧。”哎，估计啊，这姑娘听不进去。这带色的照片啥样呢？那格调？曲姐就不想描述了啊，免得让这个网络意淫狂们听了鸡巴骚鸡巴充血。要说这大傻子，你说你怎么着也是二几岁的人了，你说怎么着你在网络时代里长大的吧？啊，就这网络时代里你都看到多少个渣屌子啊，放人家女孩那什么的照片，还有那什么的视频，毁掉多少个女孩啊，本来就过得好好的生活的，你说你怎么这么缺心眼儿呢？啊？曲姐一直管他叫大傻子，看来真没叫错他。如果大傻子不是一号说的啊，就那啥工作者，那曲姐估计呀、啊，这个大傻子是个娇妻恋爱脑，可能是他在那么一个烂国家里啊，那么一个烂的文化啊，烂的这种氛围里面，这男权世界几千年啊 PUA 出来的，再加上啊这个王切尔登。什么引诱啊、诱导啊、劝服啊、鼓励啊等等等等的啊。这王切尔登呢，你说37岁的人啊，这个诱骗20出头的这个小姑娘呢，这个骗术呢还是有的。这可能这就是娇妻恋呢。这网上不是有很多渣屌讨论啊，说要透批。你千万别沾女权啊，你得沾这个，你得找这个恋爱脑，因为呢女权你透不到啊，只有恋爱脑才让你透。他们呢肯定都知道沾不到女权便宜，只能让女权往死里虐。咱再说回这京巴王切尔登啊，你说这心眼子可够黑的呀，你说为什么要让人家女孩穿成那样啊，露成那样，还扭成那姿势啊，还坐在床上啊，坐在人家就在那个王切尔登的床上摆成那样的姿势啊，拍成那样的照片。你说你怎么不让大傻子啊对着你一丝不挂的小鸡巴啊，带着你的那个丑肥脸猪头肉360度无死角的拍你自个儿呢？曲姐想说啊，曲姐比你拍照技术好啊，曲姐这方面是专业的。你丫呀一个大业余啊，不懂构图，缺姐懂。啥时你找缺姐来拍照啊，拍照片呢缺姐能掰开你的屁眼，带上你的丑肥脸猪头肉，连你的阴毛还有你的小鸡巴啊，把你的阴毛是一根不落的啊拍起来啊，全都拍一块儿的拍，全方位的拍。你说你啊，这个这么拍人家，你不就想让人家怎么说呢？那曲姐要拍你啊，能让你丧失你所有在男权世界里天然获得的性别优越感，你不就是这意思吗？嗯，
缺姐的能把你拍成一个银剑的金盆肉便器，你不也这意思吗？缺姐那能让你啊，不仅被屌子们意淫，还能让你啊被形形色色的啊这种老年大妈们，老年大妈们比较色啊，这个意淫和窥视，沦为呢性瘾者色情狂的玩物。缺姐啊，就让你成为被物化、被色情化、被性欲化、被男权凝视的客体。你听好了啊，你是客体，你是载体，你是承载卑劣肉欲的淫贱器皿。你身上不也长着两个洞的吗？既然男权世界长大的屌子只有洞性恋，那就让他们好好对你那俩洞，投射他们卑劣的性欲呗。顺便说一下啊，就以 gay 的这个审美标准来说啊，王倩灯在 gay 的这个世界里啊，那就是熊啊，熊在 gay 圈那就是零啊，呵呵，零是啥意思啊？那缺姐不能说，那缺姐这么文明的人怎么能说那不文明的事儿呢，是吧？说到这个熊啊，缺姐想起了啊，找几个发情期的藏獒啊，跟你这个一丝不挂的京巴王倩灯一块关笼子里啊，这怎么着，人家藏獒得比你劲儿大吧，怎么着你也打不过人家啊，你就是京巴你也打不过人家藏獒，对不对？你就会旺旺，你还能干嘛？那缺姐啊，就拍你和藏獒交配的视频啊，然后呢把这些照片视频呢放进区块链里啊，看你怎么删。这啥时你不听话了，你不听缺姐的话啊，啥时候缺姐缺钱了，缺姐不缺德了啊，缺姐缺钱了，那就放那个 P 打头的啊，就那著名的 P 打头那网站卖钱的，咱实行会员制哈。这王倩灯你拍人家啊，就是你这么拍人家姑娘，不就这意思吗？不就这目的吗？你别以为缺姐看不出来哈。至于接下来啊，你这王倩灯哈，你这京巴还有多少套路，那缺姐等着看呢。收听缺姐啊，这个呼吁广大亲爱的网友们订阅缺姐，收听缺姐啊，怎么调戏众生。